娱乐圈最近有个瓜，特别的搞笑又有趣。 就是传闻三位顶流艺人将要合作单元电影，还有红头文件，是电影总局的文件。此消息一出，各家粉丝吓得一激灵，赶紧暴走自家哥哥。你相信吗？总之，我们是不敢信了，毕竟这种的事情，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透露过多消息的。更别说还是三位顶级流量艺人，个个的粉圈实力雄厚，资源更是好到不行。如今各自的发展方向都很明确，大体上的内容就是。 电影总局的一部电影延期了，其中的主演是当下的三位顶级流量演员易烊千玺、王一博、李现。如今正在忙着跟他们沟通拍摄的档期，看到这个讯息后，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貌似是红头文件吧？这个真实性有待考究。单纯从三个人的咖位上，这个消息就足够吸引人的眼球。相比之下，这种电影还是非常重视演员口碑跟风评的。现在但凡有点不好的负面消息。 很多作品是不敢用人的，更何况是这种大流量的艺人，更需要低调。评论区可谓是热闹非凡，特别是王一博的粉丝，看到后立刻吓出一身冷汗，可不要给我们家宝子画饼了。现在他只需要低调低调再低调，再加上如今王一博待播上映的作品《长空之王》无名即将上线，同时呢。 刚刚青年影展短片《我的朋友也将在10月31日上线》，猫眼可以预定。粉丝看到这种的讯息，都纷纷出来拉走自己哥哥，表示非官方不约。这种措辞呢，没必要说，毕竟都知道在画饼。毕竟小妖关注点在王一博这里。希望喜欢王一博的人，还是看到后不要过多评论了，保持无感就好。因为现在的王一博待播剧马上就要进入宣传期了。 总有一部会跟大家见面。现在还有街舞总决赛，他还要陆续进组拍戏，一切都在按部就绪的进行着。王一博、